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比卡。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为什么要自我对话？自我对话决定你是谁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会遇到挫折，你当下可能会有些事情不在你的控制内，但是当下的你自我对话就非常的重要。举例来说，比如说你通常要跑银行的时间点是3:30，最慢也要3:30进银行，结果当你发现的时候，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哇，一到银行的时候，银行已经关门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些人就会开始说，怎么那么衰啊，差1分钟而已，怎么这样子呢？这时候你就可以想，发生这件事情有什么好处？因为你可以去思考，会不会在下一次我要去银行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可以再提早10分钟出门？我的时间管理是不是在可以更好？所以你自我对话就会决定你的想法，你的格局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。所以有些人在自我对话发生事情的时候，他通常都会跟你说，我不可能，我做不到，我不行，我没办法。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决定了，对，我就是做不到的人，我就是不行的人，我就是怎么样的人。但是当你的自我对话当中，你就告诉自己，我是最棒的，我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，我可以怎么样，我一定没有问题的时候，这时候的结果又不一样咯。因为你更会有积极，你更会想尽办法去完成它，因为你相信你自己可以。所以自我对话在很多的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小声音的时候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。对我来讲，它就是小帮手一样，因为它可以把我们导到回我们要的结果的那个位置上。所以很多人一开始他的能力可能也没有，可是为什么过一段时间他的能力却培养了起来？有时候就来自于他自我对话，他告诉他自己，我做得到，我可以。那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自我对话上先告诉自己，我不行，我没有办法。所以有时候人家在回答我们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当我的潜意识已经自我对话了，是我不行了，那任何人不管跟你讲什么，他不管给你多大的鼓励，说你可以的，你没有问题的，你也会不相信你自己。所以自我对话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帮助我们相信自己。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时候，你的能量会很大，你的潜能会被激发开来，因为你更会去做你这10倍完成的事情，甚至100倍完成的事情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在最短的时间，你可能会采取最大量的行动，得到最棒最棒的结果。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，为什么要自我对话。自我对话决定你是谁。那如果朋友你还没有订阅我的 YouTube 的话，请赶快订阅咯，按左下角的红红的按钮咯，就记得帮我按赞跟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